由现在开始。观众们，欢迎大家，请我们的天上飘吧。今天来到桃园的龟山，好，为天公。来，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参与的来宾。往后一看，哎，那就是孔明啊！哎呦，这个仙女来了！对，这个庙的这个是跟三国时期的有相当大的关系，还拜是拜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嘛。一般人都恩主公啊，恩主公，有很多人认他为义子，他的义父嘛。对，所以呢，关圣帝君的盛名远播，是他的故事相当多。比如说这个赤兔马啊，这个青龙偃月刀啊，来。对，过五关斩六将啊，有温酒斩华雄，好多。那今天我们今天在这边呢，都来先来玩一个游戏啊。嘿，玩什么？刚刚看过这个场地，蛮适合，披星戴月的过五关斩六将。披星戴月，披星戴月的想你。我们可以啊，两人一组，好，互相比赛。女生从上面跑楼梯下来，男生接力之后呢，再爬到那个上面楼梯里面啊，那个网子啊，敲锣，对，爬上去敲锣，哇塞，不管怎样来敲锣，哦，来敲锣，对，欢迎我们的参赛者了，好，欢迎来参赛。总共是十组，有十个人，五组啊，一男一女是十个人，总共我们一一访问，我们先访问第一组。好，我先把奖金讲清楚。好，五组跟我们一人十个人五组对抗，同时跑道上去，谁把锣先敲了，那个接力棒就是敲锣的东西。哇，锣棒，如果敲响的，好，1-0。如果五组都赢了，5-0，奖金是10,000。哇。请问一下，我们还有哪一种逻辑呢？还有4-1啊，4-1呢，就1万了，对吗？对，那3-2嘞？3-2就是真正输赢的，没有别的答案，没有了，8000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好，这一段的过五关斩六将，展现十足的诚意，向我们那个关公致敬。是，大名是。我叫李承彦，李承彦，什么学校？是北商大的，北商大，对，那博王嘛，哎，博王，博王，博王，出来了，国王又如何？第一组就对了，太快了吧！你上次被他干掉，你还不复仇吗？报仇吗？哎呦！国王来了，你是学妹吗？我是国立体大的。啊，哇塞！哎呦，你很厉害耶！是竞技啦啦队的。竞技啦啦队。第一组，我们都不能落败。哇，不言。哎呦！好，那个可以。我先讲一件事，下一件。今天早上要来露营啊，他去跑了9公里的马拉松。今天早上。昨天跑过20，昨天跑完20公里，今天跑9公里。啊，那你这回他会吓一跳吗？他会觉得很好，现在没力了。我讲，可以。现在还有力吗？不然观众有力，观众有我吹牛啊。来，我要去了。你本来有吗？本来要去跑香港，算是啊，我要露营就没去。因为他的速度跑得完，你的速度跑不完。怎么跑不完？我跑5公里要跑32分钟呢。啊？记错了吧？我都是跑，因为我带头跑，所以我一冲出去，大家吓一跳，怎么这个带头都不知道跑过马拉松，对，跑那么快，对，真的不到200公尺我就喘了，对，慢慢来的嘛，不是说体力惊人吗？是，为什么今天还来录影？因为我很想念大集合，很久没来了。那你不能输哦，我不能输，我不会输。我给你介绍，好，这一组猴王是非常厉害，但是他赢过中又是赢天天的。我知道那天我在场，我有点吓到。对，所以现在你要对付他。好，第一组距离要拉出来，第一组先赢就不会负15,000。没错，好，赢下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就各位，那个女生起跑点从那边过五关，跑到这边哦。我有缓冲区的，我现在请兰兰先示范短的，那个打罗棒就是你的接力棒哦。来，我们先示范跑的路径，你可以，来，一个跑下来，可以缓冲，中跑机了，接着接着，好，跑，
你们示范，你们是要示范吗？我示范跑的路径，缓冲区这里就是敲锣棒，也就往这爬上爬翻过去，移放在那边。哦，谁先敲到锣，谁就赢了。哦，刚是示范爬不上去了，示范的精彩。对，是的，这精彩没有了。我在示范爬上去可能要半个钟。哦，太久了，太久。了解，各就各位。来，过五关。敲锣。开始，小心啊，小心不要滚下来。选就选对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郭忠的力量，你看，你看三四五跑马拉松的，对，他跑的样子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哎，跑的姿势完全非常专业，对啊，你这是多比到的，你都没跑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他是坚持的，对，你喜不喜欢就跑马拉松？我喜欢，你看他跑的那个肌肉的，对，蛮厉害啊，小柱，谢谢，这么转行在运动界的嘛，对呀，郭忠的人都是靠你，没有啦。还好木岩够快，我帮你配的木岩，哎，这个猴王很急啊，他是爬了一半，那一根快掉下来。猴王，你刚刚超级的，第一个上去就扑街上去，然后呢，踩空踩了三次。是我刚超惊险的，因为我塞太进去了，然后我上去的时候我在那边抓不出来，然后他已经在后面了。你在等待他？没有，我是拿不到棒子，因为拿着会影响。如果说掉了就掉了，你就没了。对，如果说你爬网的时候掉，你要下来捡哦。所有参赛者那根掉就掉了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啊。看我们派这一帮就对了，对，要怎么输也输不多了。他会不会只赢这一 round 呢？没关系，其他输也不会输到15000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访问他们第二组。那这组就更软了，不是吗？大哥，你好，大哥，大哥好。大夫，我们是台湾胖卡大联盟餐车，什么叫胖卡？这个餐车嘛，这个胖卡是卖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都不一样。他去卖西式的，比如说什么汉三明治啊。我的是台湾唯一全麦可丽饼。有全麦可丽饼，待会好好来吃一下。这个就是您的车友，对，另外一台，对，我叫大侠，大侠，大侠，那你是卖好啊？以前他卖鸡蛋糕，可爱哦，这个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你们不是来展现可爱而已啊？所以不能要展现实力，跟拿奖。一定要赢！那这一组这个我配，这个就拍吴春了。田径队的，对，可以。什么田径队？田径队。我跟你讲，我看着看着啊，哎，看着，你们这个都那么强，你看他李靖更不行啊。哎，吴春嘛，真的吗？你今年几岁？45岁。45岁。长相看起来不是啊，他45岁，我找他是刚刚好，不是说年纪刚好，是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跟他哎，没有，除了派我又太欺负我了，哎，不会，那么欺负。不过其实我也算蛮厉害的，是吗？这个上网这件事我很常做，我很常在家上网，对。那重点是我还有赢过郭忠佑啊，曾经有的项目是赢过郭忠佑，是这个，你居然要吹了，差不多要提几次呢？一次，就那么一次啊，没那么一次啊，那是我大学的最大的污点，不会，没办法，不用强了，不用这个太勉强。我跟你讲，要找这个女生能批对的女生啊，只有 Mia 啦。来，请就位。来 ，Mia， 你小心哦，最怕就是你会摔下来哦。安全第一。预备，不管怎样来敲锣。算判的公平吧，啊是，米娅也没有太不好，米娅很棒，哎，米娅，哎，米娅，其
今天很棒，今天很棒吗？有进步，完全是要怪罪吴春的。吴春太好了，一开始就趴在网子上晕倒。人家说他四十五岁，他说差多了，差多了又怎样？是你体力差人家多了。对呀，来来来来来，领先了快十公尺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哇，你前面也没输太多，但是我配他是对的。你想想，你这个速度都配到黄木岩，你是差半个，你会差半阶楼梯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补上，今天也很棒啊。平常有在运动吗？做生意忙对不对？其实做 SUP。哦。啊，你有在训练吗？哦，刚刚真的太刺激了。对啊，有时候车故障还要推。对对对。你在上面看，我们来转过来。哎，刚刚上面前面女生米娅领先超多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尊哥一上来那个网子整个下线，然后就开始没办法动了。太好了，我专门是为这位先生特调的，真的特调的。我没有想到会下线那么多，我刚一跳上去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已经快碰到地板了。那个吊车就垮掉了，但你人家也看到你有努力了，对对，这个同学是蛮厉害，很厉害，很灵巧，很厉害，是是是，好，谢谢了，那个好一瓶哦，一瓶哦，所以你看我什么。一组一组访问，一组一组调配，不能太欺负人。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凯文呐、啊，还有那个 Rock， 还有李静这么强的，都是来欢迎同来下面一组，一定要够强，不然我们就欺负人家了。可以哦，哎，又是什么同学来的？也是啦啦队，国体的，对，体大啦啦队。大啦啦队，你是基层哦，还是被抛的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参加啦啦队多久了？四年了。四年了，当初为什么喜欢？因为太帅了。太帅，帅是被。飞的嘛，对不对？喜欢飞高高，对。而且拉到这个好处，是因为大家在休息间还可以聊天，它不是一个很寂寞的运动。对，而且它常常拉着拉着就拉出感情来，会吗？因为有时候接到你的男生，你会对啊，班队了，会有。对，那这是拉到台北商业大学的，你们不同的，不是你不同不同，你是什么队？我是排球的，排球。啊，你们今天这个组合，我来想你的对手应该要是谁？真的，快那个凯文也是排球的，我是玩一玩而已啊，玩一玩而已，我是假装而已，排球是可以啊。那拉拉队的乙方，哎呦，乙方是上面的，他要比他比，那谁监管？哎呦，我们随时可以派人上面穿插，因为我不然派子弟就欺负他了。对，对，强了不会就派人，看后面还有更强的，再派子弟好了，好吧，他不一定输他哦，我看人家撞的是协调性，他重量比较重，有可能慢，他比较轻盈哦，但是我不晓得他是拉拉队到底跑得快不快，于是我就配了乙方了，好，来乙方跟你一组，你们一组进行第三组，现在是1-1了，来。两位准备好了，第三组是的，预备，现在1-1啊，没错。吹牛吗？好准哦！可是你有时候看一些球赛也不见得那么准。做节目比较重要，做节目我调配一定啊，因为我认识凯文很多年了，他有在节目是唱歌的，人虽然长得帅，但是体力活不太能。他感觉很像很壮啊。他对啊，我就太重了，像跑步说这个爬的东西撞有什么用？哎，你们有一段是平行的耶，对不对？瓜哥、强哥，我刚从上面往下看，他们一路从中间互相这样子推挤、推挤、推挤、推哈，凯文竟然被推到山下去了，没有发现超激烈，我一直这样子，我要卡位，要卡位。我跟你讲，最厉害是让我最惊讶的这位同学，是他跑很快哎，超快的，对，同学，超快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个，你刚刚那个跑，我就看到小时候我妈妈在追我了，被打跑，对，被打跑，好恐怖，他这样，老师，好厉害啊！你有参加赛跑吗？没有，那你怎么跑步这么像妈妈打？应该是跑妈妈，手上还拿一根棍子，还有要打小孩。
我该我刚刚看到我就想偷跑了，怎么过来了？怎么想好？跑赢怡芳也不简单哎，怡芳怡芳用哎，你用两步，对，还用两格两格这样子跑，还是输哎？怡芳惯了，他有个习惯，他脚他走路永远开的啊，对对，他永远开的，他在走路哎，不是他们学芭蕾舞的可能都对，所以他刚跑是开的，比较慢，开一下慢。对，那他是真的要打人呢，小比较快。对，如果你跑前的话，你比较像被他抓到的小三。小三，好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一两下，你领先，领先。我这个教练好好来调配的，看一下秘书，看一下，轻巧没有？这个女生不见得会轻巧。男生的，您是？是君荣，北商大的。北商大来上念书，对，家里住龟山。没有没有，住学校。住学校呢？学校在平镇。平镇，平镇。啊，你怎么知道今天要录影？看我。对对。你是什么科系的？商业设计。商业设计，有在运动吗？有。健身。什么运动？排球。这个人总是不可貌相嘛。对呀，而且他讲话轻声细语的感觉，好像真的是文书处理。他又跑起来又像要打小孩了。大名字，我叫杨宗纬。杨宗纬。杨宗纬。青青春年歌声。我也是北商的，台北商业大学。有他运动的感觉。现在那么黑有吗？有。排球呢？打篮球。打篮球。哦。然后有点健身。做点健身，这种呢教练就来，没别人可以快了。怎么调配？你进来，你进来 ，Rock 太欺负他了。哎，没问题。好，你进来是吗？你进好。李靖哦，李靖很强哎，不一定哎，你看如果身形来讲的话，他不见得占优势。对对对，他自己要负责自己的重量，拿这个东西不是重就有用。没错，对，女生的话怎么办？女生的话，我们知道子提跟嘉伟哦，没有，我要派男人了。哦，要守这关，我们二比一，守这关就二比二。他给谁给我？你要男人接给你啊？好，我知道他跑你接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样会很不爽。不爽啊，不爽啊，不爽啊！放哪里？不，我们还是看敲那个人好。我们还是看敲锣那个人谁？不管怎么换，没有了。这样尴尬不行啊！不行啊！这样这样，待会颁奖我请他好好颁。好，那你没有赢才行哦。对，会赢，因为这样很不尊重我们另外一个同伴。对对，他万一喜欢他心目中偶像是我怎么办？对，那你不生气吗？那就跟你跑啊！就跟我跑，那就跟你跑。你确实先不安了，给我莫干嘛？莫干嘛？他们只是搭档而已。搭档啊，改变不了了。对，那楠楠，楠楠，你进，你进哈。来来，因为他们现在二比一嘛，我们要守住这一关。好了，请就守住。二比一啊！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嘉宾队啊，暂时领先。是的。教练调配的好不好？太厉害，控制全场，哇，太厉害！因为两位女生几乎实力相当，是怎么样？你刚刚讲说早知道交换就好了，可是成绩不知道算谁，还是算他的。对呀，对呀。最后跑李靖真的蛮厉害啊！哎呀，你为什么会他棒子卡在网子里？对，他一上去扑上去之后呢，网子就卡进去，网子就卡到棒子。可是这位兄弟啊，你不是第一个跑的，你是第四个跑的，还不知道棍子要好好保护吗？那你刚刚在干嘛？聊天吗？还上厕所？啊，看来两个都是很厉害的。刚刚奶奶跑下来，他塞点手过去接他的。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让男颁奖给你近距离接触，就看你们下一关。最后一关，二比二，这个战局有五组有二比二，接下来的就是胜利的关键了。你们先休息，最后组。哎呦，有熟面孔，有熟。
会不会强中之强？有这位漂亮妹妹她是健身啊，攀岩，攀岩的啦，两个都攀岩的，两个都攀岩，两个都。那就不用讲了，攀岩哪来跑电影？对啊，没有这个有点不想管。哎，攀岩那个最厉害的爪子一抓就上去了。哎，其实攀岩要抓是抓石头是扎实的，可是这是有洞的，对，有洞的就不一样。名字还像跟他叫名字是姓齐，姓齐，齐先生啊。齐先生，阿信，对，那您是嘉瑜，嘉瑜，对，你们有来过，有啦，你们俩是情侣，是情侣，是情侣，哎，是情侣的 ，OK 啊 ，OK 啊，把最后一组压到你这身上，嗯，啊，我们这一组如果赢了，你们就8000了，对，然后如果你们输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这边赢的也是8000哦，当然了。太粗了吧！肌肉出没用，我看过他爬网是很慢。最后一站，子婷。子婷。他手长脚长，爬网是厉害，跑步我就不知道。他的专长不是跑步，你以前学的是田径。你跑已经跑几公尺了？200、400。哇，那个是10年前的事情了。差不多。现在呢，每天要上班，根本走楼梯都会摔一跤。没有，他跑了啦。为什么摔跤呢？因为他穿高跟鞋。对呀。你现在的话，体力的话，应该会你比较好了。不用怕他，不用怕他，子弟跟他呢，腿嫩了啦，我碰你那个攀岩的，不要失误，你们就获胜。对，让他有点失误，你看他失误的时候，不然我可以预测他棍子可能掉哦哈。最后一组啊，不要掉棍子，有任何的意义啊，任何的借口了，各就各位，最后一组。现在这一组是最后的争霸赛，谁赢了就是8000块了。因为没有15000的，预备，加油，小心，过关斩将争霸战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加油！壮啊！很壮的时候要玩什么样游戏？什么样的？就可能要推重的啦。哦，或者你手按球板。啊，这种东西你要专注卡，一踩空你要它再起来，体重这个就是高兴之类的。攀岩比较准啊，对，攀岩会比较准。在找那个两个很两个男子最后的竞赛非常的激烈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这组为什么把节目做得这么样张力高？完全是主持人呐，真的吗？调配的刚刚好。谢谢大家，这个对我的这个来对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我说没说错吧？子婷前面领先，可是子婷你太危险了。他两步还没有太软脚了。你刚刚后来软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最后一个我的步伐算错了，所以你很危险呢。有点差一点就跪下去了，差一点很危险。而且你接完棒之后呢，还挡住人家的路线。他不小心的啦，因为他腿软了。这样子，你看，这样子你还没有赢，你输在，输在哪？我差点连袜子都脱了，你知道吗？脚一直在脚踏住。但是两个竞争力十足啊。对，真的。我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因为我是站在那平台上面，他们两个人的四只手是同时放在那木头上面，两个同时要往上摆。那可没力，就是。这位漂亮宝贝很快啊，对，很快。哪有输他啊？而且他稳扎稳打，我还比较欣赏他的步伐。他是让我们有点担心，那脚有点软，太久没跑了。对，那我们就丢哈，我们又少了一员。好，恭
旗这组，还特别请到加码朝阳卫天宫主任委员王祖伟，你好，对对，跟我们一样，是是是，各位，我们最帅的男神了哈，虽然老了一点，肚子又大了，但是还是我们男神哈，男神，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卫天宫了哈，大家都知道卫天宫是在我们龟山的哈，桃园龟山，那卫天宫就。我们主神是关圣帝君，然后关圣帝君是我们从山西运城引灵回来的，目前是我们应该是算东南亚现在最大的一个关圣帝君的铜像哦，但是目前呢还在，因为祝融之灾，所以说现在在什么时候在？就去年八月底的，对对对，是重建，对，现在在重建哈。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那个关圣帝君的一些信徒哈，能来继续跟我们卫天宫来护持的哈。那卫天宫有三宝啊，首先是什么？第一宝就是转运龙饮，因为我们是不用香，也不用那个烧金纸的，我们只是用龙饮哈来跟关圣帝君请愿的哈。对，为了环保。第二宝就是我们的那个。我们是用写请愿书哈，然后跟禀书啦哈，跟我们关圣帝君来禀，然后画，然后直接给关圣帝君写天书给他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那第三宝呢，就是请跟关圣帝君把杯哈，然后跟请关圣帝君来入股。哦，对，跟我们做生意的啦哈，这先来这沟通，关圣帝君来这让那沟通啊那哈，然后赚钱了之后再跟我们护持一下这样子啊，是是是是，这是我们卫天宫的三宝哈。那希望说我们的信众哈，多多来拜拜哈，来护持我们卫天宫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来参与了哈。那接下来由黄祖伟来颁奖啊，8000块钱，8000块，对对对对。对啊，真的赢嘞！哇，你我兄弟，快来处理姐，快来破，好好好，处理姐。你是要懒懒对吧？先颁两千，来，对，一共8000嘛，来的。哎呀，真的是懒懒的哦。小懒懒多久？刚刚五六年，有去球场看到吗？还没有机会。有用大炮拍他吗？没有的，没有拍。还没有，都有关注他，都有关注。有买他的卡吗？有买，周边有买。对，在讲。忠实粉丝哎。我说什么？难得遇见你，你讲啊。牛奶也可以，对啊，也可以。如果允许你做一个动作，你要握手吗？还是？抱一下。我说，如果允许有一个动作，可以握手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要抱抱？我是可以啊，我是怕他现在有男朋友。没有，不要乱讲，没有，可以。有什么想法呢？需要勇敢讲出来，不然我们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接下来，因为还是要给组委颁嘛。真的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是你们其他有别的想法？要去有吗？但是有有想到没有？有吗？你有吗？谁？我要吴尊。哦。国王的守卫啊。他今天没有扮女装，他今天没有扮女装哎，有要握手、拥抱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吗？拉蛇，拉蛇，大家握手一下，就握手一下，握手一下，对，来就颁奖了，来颁奖，握手，还没有信心吗？其他没想法，我给组委颁啊，有想法吗？有没有有想法？同学，你说想法，男生也可以，没有想法，你有想法，你有想法吗？可以跟瓜哥，那有什么问题？这个新款也是新款，因为颁4000还是4000嘛？来，等一下哦。那留2000是组委要颁的，组委要颁，组委要颁。对，那我就颁给你了。特别的要求吗？好，好，是随喜随，也就是握手。谢谢。那接下来2000，请代表啊，您出来代表介绍好了。好，谢谢组委的加码。谢谢组委。谢谢组委。8000块，他们有什么心愿，我们就帮他们完成了。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同学们，好，大家精彩演出。那谢谢我们组委黄文静，谢谢，继续送祝福。
一块非常厉害的地方啊。那个虎尾叫我们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。哎，这里很特别。对啊，值得看啊。是当初要疑点了，我就跑过来先去吉乃雅。那吉乃雅，吉乃雅，吉乃雅，我们听那个庙公讲了，敲完锣之后，要钻进去再走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来补财库。这补财库，对，这是补财库，需要补财库。你还要补财库？不是，一个月月入那么多，还要补财库？不是，我是要补偏财，不是补正财。你走一次，我们不是要走六十次，我们要走两百次，不是，我就补这个财呢，是为了做公益啊。哈，最近公益做的不够多，哎，我们继续做，继续做，好，我们也需要你的公益啊。对对对对，这样子哦，那我们也要补一下，可以让我们补一下吗？你们再稍微下班再自己慢慢。我们不用。今天来这里不是光补财库啊，那还是干嘛？我们要见佛。刚主委说后面有一块很厉害的地方，那个宝地啊，真的吗？现在要赶去魔宝地，站上去就不得了，你一整天顺风顺水，真的吗？要什么远什么，让他那个我带过去。要看，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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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这边。哎，这里。哎呀，哎，这个厉害的样子。哦，五指山。孙悟空算厉害吧？孙悟空厉害吧？哎，怎么样逃不出如来的佛的手掌心啊？如来佛，这是个佛宝地啊！释迦牟尼佛，哎，是啊，酷啊！大家深呼吸，深呼吸。谁的捍卫啊？好重！捍卫，深呼吸要做什么？就会有灵性了，就会有活性了。各位有看到左边那棵树吗？是，绑满了红线。怎么那么多红线？哎，为什么？想要有姻缘线的要抱住那棵树。啊！哦，你干嘛？哎，他们都不想回来呢。对对对，这边抱紧点，抱紧点啊，抱紧一点。它叫做灵性凤树啊，灵性凤树，生具灵性，采尽天地日月之精华，哦，阴阳两气，这完全是啊，要阴阳两气。不相信你找那个，等一下，就转一下，转一下，不是，我真的放到姻缘哎。喂，来。这些人很缺姻缘线的。哎呀，总干事厉害厉害厉害！来，总干事来，总干事来了哈。你也要听听总干事说怎么抱怎么拜。对啊，哎，有什么要念什么？这就抱。请问这棵树绑满红线是因为呢要牵红线吗？哎，这个绑满红线哈，不是为了要牵红线啊，它是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寓意哈。在我们威天宫哈，有一对百年凤凰树，一棵是凤树，一棵是黄树哈。那我们这个百年凤凰树呢，是让妮娜托油漆哦，托油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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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好，所以你们家拢托油漆哎呦，你今天拜托油漆哎呦。你已经进展到这种地步了，我以为是那个牵红线的，不是啊？你们乱讲，害大家都去报。啊，没关系，他们庙里也有天音人啊，另外也有月老庙啊。刚刚上网去看这个，刚刚上，等一下，刚刚上网月老那个已经满了，对，是姻缘灯，姻缘灯已经满了，是，对，月老，你可以预约明年的，明年的，保留，保留，保留，灯太岁灯就是姻缘灯满了，是是，今天在这种有佛性的地方，嗯，我想跟大家呢来礼个佛。好好的来玩个游戏，是吗？就如来神掌嘛，看到没有？如来神掌挑战赛，哎呦厉害哦！哎，如来神掌挑战赛，过去呢我们那个贴的都是婆婆妈妈贴，是。今天各位看，有升到420。认真要贴哦！这婆婆妈妈没办法吧？我们今天不是，都是年轻朋友了。如果有人贴超过那420，二话不说直接就颁奖3000块了。425，对，飞上去425，飞上天，对，直接把它那一张贴纸把它丢到墙外面，对，不是用丢纸，就直接3000块。哎，你现在是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你放，你怎么可能呢？丢不出去。我天天放风吹，你贴了375都难，什么？375怎么可能贴不到？吹来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，你375，425才有哦，只有一次机会哦。哎，你
你下来要小心。三千啊！周佑，你下来要小心。墙的后面去。对，如来神掌挑战赛。这个不用在乎，他有妈妈手了，只要跳起来就好。下来要小心。跳啊！这个多少？300吧，390吧，390，有400。我们是算这个是上面还是下面？我自己量，没有算算上面，算上面，算上面，上那个纸，哎，自己先去量。自己很紧张。孙悟空拿金箍棒，哎，量好量好，好自己好自己。哎，你要帮忙贴好耶。我自己还会作弊，你看。400哦。那跟谁学的呢？跟谁学的？他今天特别有活力。科学的。哎，还不到400，要不400啊？有啦，刚好400。好了，那你下来，你下来，对不对？他贴的就贴的，嗯，反正走过必留痕迹。是，他做的很好的示范。对，如果所有比赛者都没有超过他，另外班。哦。哎，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比赛了，你可不可以上去把它拿下？拿下。不是啊，就放着没关系啊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我们欢迎参赛者。大哥在这里。大名是？我叫陈之宇。陈之宇，什么学校？龙华科技大学。龙华科技，什么系？电机系。运动是长项？篮球。篮球，跳高，抢篮板。哎呦，应该会大名。我是林鼎峰。林鼎峰，篮球队。对，也是他们大学。对，同一个大学。好，同校。姐妹嘛，对。你是体育系的。嗯，对。N 三比赛，女生干嘛？女生干嘛？就有三组嘛。有三组跑完之后，最高的这两张进入最后的决赛，由女生去做决赛。哦，团体战。第一个是贴，第二个游戏是女生来玩的。如果女生产生冠军的那一组5000块钱。哦，你要先晋级就对了，你才有资格比赛。他是第一组嘛？那是第一组要选可以。黄色的。黄色的，两张贴纸，一人一张。黄色神掌。女生不用，女生等他们晋级才有事做。真的帮他们加油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龙华的，来啊！黄队同学，一定要贴过郭宗佑，不然那太屁了啊！对，八分奖。来，王队。390啊！接下来你看能不能超越他了哈？来，请就位。加油哦，因为你们要比高。争取这个前两名哦。对，黄的是另外，你觉得你们学校？哦，对。要指的是那个郭宗佑，要努力贴。好，因为取前两名啊。好，一样是我们篮球队，篮球队。没有奖金的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超超越了，太超越了。龙华的前两棒就这么高的哦，就接近410了吧？那万一是最后取决于他们两张都在最前面，嗯，也就不用比后面了。真的，来，第二组出列，来粉色，来粉队。你大名是江一安啊，江一安，江一安什么学校？龙华科技大学，也是龙华的，就在那附近上。对，什么系？还没读，要准备进去，准备要进去，才刚考上。高中是篮球队吗？对。哦，刚刚这样还有机会吗？你？应该没有了。没有。太快放弃了。第二名，放弃。他们抢第二名了，大名。我叫蔡君悦。蔡君悦，篮球队。不是，我是啦啦队的。啦啦队。啦啦队。竞技啦啦队。竞技啦啦队。对对对。底层的，哎，那手一定很有力。国立体育大学。国立体育大学。有机会就。国体大。一定要压过去，不然连比赛机会都没有。你要想办法超越啦。对，然后大名是杨文琪。杨文琪啦啦队。文琪不是，我是龙华的。龙华的。游戏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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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媒体。哦。每天研究游戏。哎，我很适合我们。还有，你很适合来我们听。记很多。游戏啊！人家干嘛干这种赚不到什么钱的？人家发明手游才有钱。那是手游游戏啊！对啊，我们干这个是出火，没有钱的。我们节目赚不到什么钱。所以你们没有，你对于这个游戏没有想法吗？没有。手游的啦。他也是看他们能不能晋级，他才能玩到。是啊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加油！李威，加油！来啦！如来神掌挑战赛。台湾同学，台湾同学，加油！
哎呀，不错，他知道你们身高不够嘛，你弹跳就不行了。对呀，好，我们看你另外同学，对，预备，加油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第二名了啦，对了，这个已经是比郭忠又多半个巴掌了，405差不多，405，而且赢郭忠又的哦，对，第二名了，这两组比赛已经第一、第二名都出现了，出现了，接下来我们艺人，艺人队，从秋晴，来文可以吗？可以，快改文是来让的还是？可以吗？你是要赢的，你要赢的，来赢的，已经可以了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女生是子题嘛？对，对，子题。他能不能上场看他们嘛？你们有只要有一张超越过那个第一名、第二名，你才有机会上场。嗯，来，请就位。加油，加油！凯文现在有机会哦。排球队的很会跳哦，这个。没机会啊，子弟。365的高度，看你进了。啊，你进来，你进。抢第二名啊，海龟。你进能不能抢一个第二名？如来神掌挑战赛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第一个右弯400，那是郭忠佑。其他六个掌印是63组来宾。对对。第一名黄色是来。黄色是第一名。黄色这边请。你们是第一名的。第一名。第二名是李静嘛？第二名李静。第三名虽然是本来第二名，被挤到第三名去了。好。两个女生请出列。好，来。两位。现在不是比赛这个，比赛另外一个。如果赢的那组，5000块。来，接下来进行下面比赛。这个游戏我想起来，好像是吴尊你唯一赢过郭忠佑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但有点不太公平，因为我是运动员，他是歌手，所以我赢了。争冠了啊！来，今天的会外赛就是让哇，好像郭忠佑跑回面子来。这次再输的话，哎，怎么样？退出歌坛，退出歌坛大吉啊！要赌这么大哈？退出歌坛就了，自由不用。好，因为如果我输了的话，你怎么样？前面那段就剪掉。所以吴军也要退出歌坛，没有起跑价，没有起跑价，从来没进去过。来，两位女生也可以看一下啊。待会比赛这样吗？因为。郭忠佑退出歌坛。我们肉眼看到是吴尊快嘛？是吗？快一点，快一点点，好像那个子谦。哇！真的假的？真的是你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啦？郭忠获胜了。而且你跟郭忠在同一个竞赛，你们这么接近，哇塞！对，也是留名青史啊！这个你真的够快哎！对啊，很厉害，可能啊！对啊，不会也是太精彩了，太精彩！那只是会外赛，真正比赛是他们女生，最后谁获胜？5000块奖金，请注意。刚刚是贴的如来神掌，现在是下压的如来神掌。好的，所以两个如来神掌结合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如来神掌挑战赛。刚刚呢是一个会外，是面子赛。加油哦，预备。加油。子婷赢了一点点。子婷快了。
你纸笛也分两段哎，两段是。我以为它伸长可以一次，嗯，要两段。两段。对，但是也不能因为身高，它是一次啊。对啊，但是它好像跳的比较高了，所以它掉下来比较久。刚刚吴尊跟郭尊，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这个是肉眼看得出来。有看出来。对，来恭喜我们。哎呦，我也有。等一下颁奖，我们也把奖金分一点给第二名的，好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蛮精彩的。是啊，慕言，哦，慕言，他很厉害。慕言的反应，有没有人挑战慕言？我觉得刚刚那个第二名，我觉得第二名，来，终于来晋级的拉队，他跑很快啊，他跑很快，大家在这个不用车车，忍住，赢的有一千，来请。慕言反应很好，这位同学，我觉得刚刚在跑那个后关楼梯，他也蛮有实力的，真的，可以哦，这有得拼哦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太近了，接近哎，这个连回放都看不出来吗？你们两个，哇，这个疫苗非常非常接近啊！我比那个郭仲恩、吴尊更看不出来，好紧张哦，那个反应力要很快，0.01秒的左右要反应哎，两组都真的很厉害，这种节目才精彩，好看啊！那位同学有收视吗？同学来，来来来，太想玩了，站太前面了，一起玩，你要挑战兰兰，你要挑战兰兰，好，真的好，好好好，兰兰，兰兰比较好挑战哦，兰兰，兰兰这个比较弱了，来请就位，来蹲好，准备好啊，预备，屁股翘起来。不需要回放，回放这个有点清楚了，是马上就要颁奖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我们颁那个。的灵活度之王，好，每一次都要选出一位冠军，在年底要来决战，好不好？赢的人哦，到时候可以获得一年份的保健食品。所以他们很需要玩赢在起跑点，但是我觉得距离太遥远，要把它拉近，要保护安全，对，拉近，拉一半，拉一半，拉一半。好，他们可以拿这个，没问题吧，兰兰？没问题。哎，今天的参赛者都可以获得这个，还有 UC2 的保健食品，让大家身体灵活度 up up。只要赢对手就是1000块嘛，对，你直接赢就1000块，对，1000，最后等于四强嘛，不是啊，你赢对手就1000，你赢对手就1000块，那两个再赢对方再加2000块，2000了，总共3000，可以参加2次吗？可以可以，不行就说几次都可以，几次啊，不，你们几次都可以，我们不行啊，可以的，那冠军等于有3000块，3000块钱，没有，我们 OK 吗？啊，你叫什么啊？刘明珠，刘明珠，阿珠啊，你大家附近了，龟山了，哎，大家干娘，代表，阿明珠啊，你叫什么？陈月芳，阿红啊，你做什么生意？我没有退休啊，对，阿你经营做啥？家管，家管，家管，对，大名吴秀珍，吴秀珍，对对，秀珍对了，对对，马是龟山，马是龟山人，你龟山营有没有做？退休了就每一次来参加这个大家，整个龟山岛，对。龟山岛有概念啊，油透透。龟山能到宜兰龟山岛去玩，对，退休了就油透透。为什么不能去玩呢？可以啊，后面后面。啊，你龟山人？嗯，有方，有玉凤，玉凤姐，龟山岛人，龟山岛。哎，对对。龟山岛人啊，排队，龟山人哎。他们急的人，他们都急着拿奖金都不太理我。但是两位的啊，好，有些总是要碰到嘛。你贵没？73，73，67，61，60，60跟61啊，你们俩一组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来，还要比赛哦，来考验一下你们这个活力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问谁最灵活，你们要回答，可以吗？好，请问一下我们这些婆婆妈妈们，谁最灵活？我最灵活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我化解了，化解哦。来，体力谁最灵活？锦标赛，灵活。
回放到底谁是第一组的胜利者？很接近呢，这两个太厉害了，完全一模一样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一直还看不出来，很接近。看到？哎，哦，有落差，放。快丢啊！亲眼证实，你给明珠妈妈了，明珠妈妈获胜了。下一组。去鉴定最好，我们人为总是会有点疏失啊。这两组都这么接近，对，谁获胜？妈妈是你获胜吗？啊，好厉害，让我很佩服他们都这么厉害，对，接近的灵活，是啊，灵活，对，这种参加那么难，就算参加也要1000块奖金啊。参加奖，我就不想鼎立有没有那么多钱呢？有。1000啊，输的变成也要给1000，来，很厚。我刚刚讲赢的要给2000，输的要先给1000。安娜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有中这个红包哦，我要那捐给魏天东。是，谢谢我们先颁给输掉的啦，先颁的可以先离开嘛哈。好，来，阿丽行，谢谢姐姐。谢谢鼎力啊，我有胸了哈，黄日后。我是给他红包你啊！来，礼物啊，小礼物啊，给你赏起来！来，既然我们要提升我们灵活度，要补充还有 UC2 的保健食品，选择有美国、日本的多国专利很重要哦。啊，我们一天一小定，好好保养3个月，立刻就不了。最后还有2位要决赛，要决赛。没有想象中60、70岁的妈妈这么灵活，平常应该常常做家事。嗯，这个骨骼很好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最后一组了。最后一组了，两位妈妈，请立，谁最灵活？锦标赛，我最灵活。一位，又一样了，太接近了，太接近了。这个也是冠军赛，冠军。这么接近，有差一点年纪，他也那么灵活。对啊，那你在灵活，你年纪比较大，你有做什么事？我有做家事，我平常有在吃平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呦，回放的还没回放出来呢。好，那我们也送妈妈们小礼物啊！好，两位都要送，因为真的做家事的话，像今天游戏这样，有时候也会碰撞嘛。对。那做家事也会嘛？特别是50岁以上的妈妈们要特别注意的，骨骼保养呢不是补钙而已哦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维持骨骼健康，更要补充镁，还可以维持这个肌肉的功能啊，这样的发展。哦，骨骼当中呢，也有一些胶原蛋白，记得补充维生素 C， 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。阿呢，我来讲，到我去管了，来，谢谢，啊，给你过奖奖。两位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，小礼物先送给你。谢谢你。那还没分出胜负之前，他们的获胜奖金前面赢人家嘛？对，有，一个先2000。刚刚输的就1000了，输的1000嘛，赢的2000嘛。那接下来班是他们两组的冠军赛，冠军。来，看门啊，看一下吗？总冠军哦，看一下谁。哦，纳谢给。你就是你，先获胜，再颁2000块获胜奖金。也在这边呼吁哦，把各地的婆婆妈妈准备好，我们呢随时呢挺立谁最灵活锦标赛，等你来挑战。我们前面还没颁奖，对啊，特别请到我们副主委林怡阳，林副主委，副主委好，跟你讲几句话来，
对，那很荣幸，就是参与那个这次的录影。那威天公献那个现在的话，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话，8月30号，大概那个有个受火灾。那经过一年的一个重建的话，我们在农历6月24号会重新的开幕。那在那个祭拜的过程当中的话，其实我们现在在那个二楼的话，这边都可以做祭拜。我们这边有两个正宫的一个宝物的话，一个是青龙偃月刀，是在关公的家庙山西运城家庙，总共有三把刀，其中一把刀是送到我们威天公这边过来的。是的，而且主要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官印来自家庙的关圣帝君的一个生日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开放信众，有没有来摸这样的一个圣物？那摸官印的话，有没有？其实让他步步高升，那大概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哦，了解。注意徐副道这个官。 关公啊，他是关圣或什么帝君呢？是，他是关圣爷嘛？是，没错，这个帝是后来皇帝来封他。对，没错，是的。所以呢，那是后来皇帝，清朝皇帝把他封成关圣帝君。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瓜哥果然厉害，真的对，我学，因为我有佛学多闻，我有参访过这一段。是是是是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颐养天年了。对，是是是是，要颁奖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奖金来，来，给我们的刚刚那请如来。 颁奖挑战赛啊，恭喜冠军台湾！恭喜！那我们一人可能要分2000要给刚刚那个。2000，谢谢。还有，给你们丢一下啊！谢谢。那这个请收起来。那我们呢？刚刚也要挺立的两位女生，慕言，那个慕言喜欢一人一千的哈，你穿扮演慕言啊。 奶奶就不用，因为有男朋友了。奶奶可以吗？奶奶没有，奶奶没有。奶奶可以吗？但是我想要说，因为我主持人常常拿红包，我把这个给那个刚刚有参赛的另外一组同学。哦，是是。第一组的。给你们，给你们。来颁奖，那个朱伟，对对对，这次我已签了。好，慢点，那个同学也那么辛苦。来来来，谢谢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谢谢副主委林怡雅，谢谢，继续送上。 景色非常美，好漂亮啊！已经为此真的是盖的如同花，如同花，白色这个。对对对对，来，我们今天参赛者来欢迎。来，挑战者你好。哎，大名是？李玉成。李玉成啊，什么学校？哎，国立体大。国立体大，对，什么专攻？哎，拉竞技拉拉队。竞技拉拉队。李玉成对不对？对，李玉成。你做李成堂。李成堂。 请就位，第二位，接下来是纯堂啊，好，我们各位教练哈，预备，好，好了，对，教练，加油，四千块哦，教练，一起跳，一起跳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小心有风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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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。
来是玉祥了，一位。哎呦，穿着衬衫运动衣的这位同学，也是黑曼。范围都不算，对，六颗，这个虽然还在里，但你要算那个黄圈圈里面。六七九，目前看起来这三位，后面两位如果没超过，就三位晋级。嗯，哇，现在第四位陈爵，陈爵，一位，加油，有点压力哦。好，哎，我们斜杠人生，太用力了，斜杠人生。冲动，年轻人这么冲动，哎呦，哎呦，要冷静一点。对对，又冲的剩一颗，对，他一下刚刚就瞪到了。对，就看我们 Rock 到底几颗了。对对对，确实哦。如果他超越也是七九，看他晋级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一二棒，一二棒应该是晋级了啦。他是跟第六拼啊，对，六颗的那个。六颗的拼啊。其实 Rock 是最后一棒，能不能进入前面的资格赛？预备。只有这个一次的机会，轻轻的。哦，六七八九，所以一号又成七颗，陈唐二号九颗，同时可最后一棒八颗，这三位晋级了。好，恭喜三位取得这个挑战极限赛，跳上去面向那边哦。好，嗯，啊，如果你把位置抢好，不会摔下去，就是五千块了。好，而且拉拉队都站起来了呀。两次机会，两次机会。你刚刚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你刚刚高度还不够，你再稍微再往上面跳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去跳第一次来。来，你先休息。都先跳第一次，跳完再说嘛。对，你是拉拉队教练，应该知道怎么上嘛。如果有看节目的话，你反应应该不错了。嗯，是不是？不要滑掉了。加油！教练。都不是用跨的，他们都是先去顶，然后再要跨上去。撞的哈，嗯，跨。第三位知道可以，应该可以成功哦。来，可以，是吗？好，一人的代表 Rock， 加油！起跳线往前，再次翻过去，现在要开始滚了。用运用到大腿的核心，要把每一个点的这个技巧都用在里面。哎呦，我会讲。你刚刚看前面的几乎都没有要用这些力量，对，他都直接满力的撞。对，而且上去的时候腿要往内夹。哎呀，对，稳定。现场教学看到没有？对，有。来，第一位过了，有人过了。阿仔，来。第二位是谁？第二位玉祥人。风很大哦，小心哦。我们柯教授不是，这是有点冒险的方式。柯教授，你被打脸，人家根本没有什么核心，直接上去了。这个100次大概只会成功一次。他还可以再一次哦。真的吗？对啊。
马上打你脸了，马上打脸了，一次关都讲，待会还更难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恭喜你也过关了，第三个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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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00块的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有5000块。哦，接下来挑战10000块的，更难的。如果单独过关，那个人有10000块。嗯，三个都过关呢，我就加到12000，一人4000。哇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他做一个均分的动作。现在呢，这个动作呢是要怎么样呢？就到这里之后，你要往这边就会倒啊。对啊，所以要想办法挪到那边去。然后不倒，反正这个位置你想办法，对，站起来不要倒掉，不管你怎么挪，有点难呢。来，第一位，请就位。好，接下来一位，想赢一下吗？想赢，也是两次机会哈，两次机会，10000块钱的奖金挑战赛，预备，加油！10000块钱的挑战。待会跳第二次，你先休息。第二位，请就位。来，老师、教练、陈唐教练，好，第一位要骑上去哦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机会，你可以驾驭他了，只是没有驾驭的很好。对，稍微有黏了一下。刚刚第一位连驾驭都没有。对，对，有样子。抓到一点。第三位 Rock， Rock 有没有机会？比较有机会，因为核心强。是，比较知道。不错。你看 Rock 那个，直接跳到软的。是完完全是正确的，很厉害，这是正确的，来呀，都以为这是郭中佑的天下，现在 Rock 出来之后，他一句话都跟不出来了。因为我之前有出了一些教学带，大家都已经有去学了。我看了郭中，对，中佑哥的教学。好，等一下，别人我想的比较难的，来让两位来挑战。还有更难的，两个没过10000块就他的了，有过的就一分。来，预备，加油，同学加油哦。我们把气势打了，有哦，有让你好弄一点哦。上去应该赶快爬上去，你要抵抗一下。是啊，你看这个游戏真的蛮难。好，休息一下了。休息。教练啊，因为教练看起来有效。行，你要蹲着，还要重心蹲着，要蹲，对，没关系，也是学一个经验。对，待会没关系，待会那个 Rock 有10000块分个一些奖金给他们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但是还没颁奖之前呢，是你跟他要干一件事情，什么？刷个奖过来的吗？是吧？你们两个比赛。算秒数快，哎呦哇哦，好，比秒数快，谁先弄好完成，赢的5000块。哇，哦，这关奖金很多，但是失败就没有了。
比秒一次机会，一次机会，不是不是要当然一次机会，两个都试完一毛钟都是。好，完成他的还会比秒数，但完成秒数你可能43秒，他可能28秒，28秒有些43秒没。好，先求有好了啦，先求有再求好。这样不行，不行，他们都会拿到奖金，我来算一下这样。怎么拿到？再算一下，超过不能超过几秒，讲30秒，30秒，没有完成的就淘汰。来计秒器给他，哇，30秒，然后有点硬，不是吹半天不是吗？来，哇，又要30秒，然后又要比快。你刚刚不是说这个游戏100%会过吗？他哪要30秒啊？在演。这个很重，其实要移动真的要一点时间。你跳下去5秒，戳戳戳戳，移动10秒，上前23秒。哇，哎，算的很简单哎。啊，不然你会跟他谈恋爱吗？那这样40秒，3000块。没关系，30秒，30秒。30秒，5000。我以前才5000，还有5000。40秒3000块，30秒5000块，5000一个是秒，20秒10000块。其实他在做他的没有会了，反应都出来，你看到没有？20秒他都在考虑了，他居然跟我讲30秒，太短。哎，他在想，为什么？他在想哎，还在想，他在想20秒可能做得到哦，很难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在战术哎，他在心理战术哎。如果是20秒，如果是20秒，大家都挑战20秒的，10000块。你下次选择，你选择哪一个？30秒，30秒。他终于松口了吧？对，刚刚20秒，然后选30秒，30秒现在就可以了。但万一你等20秒是没有10000块，有点过分。机车嘛，对，搞不好上去就失误，会有压力啊。对，聊那么多就上去就滚下来。对，大家注意看啊。好，来100%的，来100%的。包括我喊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，这才12，怎么可能呢？好，10秒就完成了。我有讲错吗？太快了，5、6秒嘛，转10秒嘛，他拿什么？所以你刚刚喊30秒，5000是对他很好哎。对呀，是不是？因为眼太大了，很厉害耶，他心理战术哎。对啊，我有压力哎，对他来讲就痛苦了，乱。难啊，那我们对手15秒，我稳稳的就好，稳稳的就好。好，这个也要选。现在给你了，1588了啊，好，1588，1588，你有没有战术？1588了啊，好，没有战术。预备，那不一定，5000块不一定差的。哦，对。人家14秒就结束了，确实。要话多酸的，不要去看不起人啊，以前看不起。压力大，一有比较，马上压力就出来。这个真的会有压力。再次证明郭宗佑姜还是老辣。对啊，厉害就是厉害。真的，毕竟我已经快8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已经快八十了，快8年了，还很久。特别要请到的是主委黄文静，副主委李雅。主委，欢迎两位，谢谢。来，给我们讲几句话的。哎，谢谢哈！今天看瓜哥这么辛苦，还有我们所有同仁哈，大家玩得这么高兴呢。啊，在座我们所有贵宾也玩得很高兴哦，谢谢你们了哈。谢谢。那再一次为我们威天宫哈，这一次是来了第二次嘛，下次看什么时候在我们那个安坐安好的时候再邀请你们。农历6月20号以后，对，6月20号以后，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诸位。是我们桃园。威天宫的话，所谓桃园三结义，竟然就在我们的拜关圣帝君的话，就在桃园。而且我们前面这条路就是忠义路，所以就推行忠义精神的部分。也欢迎各位就全台的信众的话，如果有空来桃园的话，可以走来威天宫走一走。好，欢迎各位，谢谢傅主委。接下来颁奖颁冠
均的10000块。哇哇哇！40万嘛，对吧？我们颁给 Rock， 你再颁给看你要怎么分同学。好，两位哈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个一个2000好不好？这里你不拿，你不拿，你不拿，你可以拿。啊，鼓励我们同学啊，鼓励教练，送一送，第二关也有过了，送一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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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000块是 rock， 送一送，送一送，我们好好享用，好好享用，好好享用，送一送，奖励奖励，哇，强迫强迫。最近那个眼睛刚刚弄好，镭射啦，对对对对对，很棒，需要镭射，需要好看的东西。好，接下来颁发的是中佑吗？刚刚挑战奖，挑战赛，自己 Q 了，哎，没有看过他接话接这么快的啦，平常都没在这样，是不是？来，子婷。哦，哇，来颁奖，你说什么？哇塞啊，不是，对对对，男才女貌，谢谢谢谢。在威天宫，所有艺人真的是卯足了劲。看时间，大家应该也饿了。话说有综艺大集合出现的地方，就有美味的小吃哦。瓜哥，快点带艺人去吃好料。以前我们录影啊，摊位很多，每次找地方看的长长摊位，就知道我们录影地方在了。现在不一样哦，现在胖卡跟着我们哦，一整排胖卡。小米甜甜圈，这是原住民小米甜甜圈，你们知道？对，原住民小米的，对，可爱哦。没有啊，就是工作方面可能没有那么顺，所以就想说来做做看餐车，是，没想到一做下去越来越顺，哦，真的越来越顺，真的。所以你们这一排也是好朋友，对，都是车友，我们大家都是车友。老板平常常听音乐吗？常听啊，因为你的耳机非常的大，对，没错，哇塞，是什么？它是联盟好吧？对，联盟，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蓝牙喇叭，哇，蓝牙喇叭，新的造型哎，超大，一般跑步会用这个，超大的，喂喂。哎，特别特别，大概可以赚多少钱？一个月啊，像疫情之前就比较难，比较惨。现在可是像现在，像我这个月大概有20万的营业额，营业额，对，我们这样消灭你的钱，哎，是很辛苦啊，但也对啦，他们会去的很多，比如说外面有人赏樱花的地方啊，很多人群聚集在，因为以前没有啊，以前这个疫情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，疫情真的是，所以百万不是定嘛，对啊，百万不会，不过我们台湾胖卡大联盟就是台湾全省跑透透，对，真的台湾全省跑透透，就跟你们一样，也是台湾全省跑透透，欢迎以后加入我们，哦，有机会，有介绍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这个像小车葱油饼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个叫什么拉饼？对，它吃起来有葱油饼的口感，而且它完全不油，都完全干煎，不加一滴。哎，我喜欢，我拿到这个是甜的。对，这是红豆，红豆饼，对，我们新的。对，我们新的新产品，然后这是黑芝麻，满满的黑芝麻，好棒哦。好好吃哦，葱油饼，而且我们完全干煎不加滴油，所以吃起来都不会油，我们也不用沥油，就完全干煎，不会太厚。你那个一个月也是做30万？没有啦，因为我算兼职的而已，所以他我们这位是他的全职的，所以我是差不多他的1/3左右，一半。那你还兼什么？啊，你还兼什么？没有，平常有工作啊，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这样子啊。然后假日再出来，他们很多都这样斜杠。对对。它有很多，你有什么？后面还有千层拉饼啊，我们有6种口味，地瓜拉饼，哇，很多口味，还有小熊拉饼，对，还有小熊拉饼啊，它就是干嘛？是玩小泡泡啊，小朋友要玩的，没有，这刚好昨天另外一场没有卖完的，没卖完的，没有，等下转开，对，一定没有小朋友家里哈，对呀，那个现在没有，是这样吗？你这次要给他买人用了，对，你打开了，你拿出来的，装起来，拿回去给小孩。钱不钱？这是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不用钱啦，我们不用。不是你这个卖多少块？150。150。哦，那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很酷哎，谢谢，谢谢，有创意的拉饼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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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臣们，新年快乐！哇，哎，老板，你现在这车子的话造型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是侧开，你是后开耶。对，我都在后面，对对，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挡到交通。这个慢，梦幻的颜色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老板也是兼职还是全职？哎，全职。全职的话，他不用说就十几万。对啊，一定以上了。有啦，你要笑眯眯的。对啊，这样看卡是非常方便的。要是像那种一般夜市的话，我们可能要收比较不好收。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子就在车上营业比较方便。那我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车上？对，就在车上。对，我们是两用，可以在车上。那你们会去有去过球场吗？因为我记得球场外围也是有，也很多看卡。那你们那个群组大概有几台车，你知道吗？全台湾应该100上下。哇，好酷哦！都能跑，难怪全台湾都可以跑。刚刚瓜哥有个问题，为什么你们叫胖卡？胖卡就是，哎，看我们车头，车头怎么了？车头就是另外的造型，这个是完全那种，哎，卡通吗？里面的，很像天竺鼠车，什么 car 那部电影啊，闪电麦昆，麦昆的那种，有生命的，你看，对啊，都有眼睛的，好疗愈哦。但是就是有造型的才可以加入我们的车头，这样子。你们会在车上睡觉吗？累的话了，累的话基本上就回家睡啊。好，那我们到下面一趟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老板。哇，来了来了，你参加好好介绍一下吧。真的是意大利的巧克力，我想要巧克力的，巧克力有抹茶的，还有可丽饼，有可丽饼。可丽饼是我小时候的童年，就每次下课经过那个夜市，一定要买个可丽饼吃。所以我觉得吃下去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，味道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嗯嗯，然后哎，这棒啊，这各式各样都有啊，冰淇淋啊，可丽饼啊，结合起来很棒。对，结合起来。这一定要专业，反正我都这样吃。对啊，没有这，而且不可以跟对方冲突到，会抢生意。对，如果同车卖一样的话，怎么办？你离远一点。这个我们车队有规定，不行。不行啊，那先登记的，所以你去别的车队的。没有，就是别厂。别厂。所以他们那个群组100多台都是卖不一样的东西。没有，有一样的。一样，有一样。所以我开就卖客家小炒。哎，对，你可以，可以，我家里面胖卡很多，很香哎，没有人卖哦。可以啊，卖板条啊，板条，板条，板条。哎，这样，说真的，你们这样站，警察不会来管。我们活动都有申请入权。哦。要办，要申请啊。希望你祝生意一切平安哦。谢谢。大家都一直在挺我们的哦，也让他们一些福利吧，拿这个奖金一下，请他们派那个车主出来啊，车主啊，比那个输赢的话，输这台车是不是？没，输赢这台车奖金啊，对不对？奖金是没给他钱，我们刚刚进行北泡泡又米米嘛，好，所以吹面粉乒乓球，对，冠军就3000块了，哦，对不对？差3000块，他说一天的业绩嘛，超过啦，对，半天了。好了，两个小时，人潮一动，2000-3000人来买冰淇淋的，啊，赚那么多，不要，我是太累了啦。来，别碰，好，对，这里是那辆车代表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丽饼代表，所有的男生就免费，对，可以。三哥看你秒数了，三哥，那有时候很快哦，呼就结束了，就跟淘宝装一样，这个化妆。女生比较吃亏头好妆的，但这不会，这不会，预备，取巧，先放，哎，预备。什么？吴口天吴吉祥的祥老师的，是甜甜圈呐，对，甜甜圈老板，对，甜先生，好，你不做甜甜，你跟面粉还不熟对吧？对啊。他是小他中筋面粉的吗？你是小米的？对，我是小米。你小米的。不好意思，阿雷娜。
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。会不会越吹越少了？啊，再补一点啊，帮他补一点，帮他补。换一桶啊，换一桶啊，啊，换一桶有。对，好，刚刚几秒？8秒06。哇，看得出来，第一颗如果飞掉，就大家没赢了。对呀，来，因为来第三位，第三位。这个就是卖冰淇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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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王，你姓王吗？王，OK， 冰先生，王先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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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冰王啊，预备，冰王，请，全场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我吹到飞起来，几秒，机会哦，1秒90，哇。成本鸡蛋糕，哎，鸡蛋糕，不要那么急，请问一下贵姓？哎，姓周，姓周，周鸡哥，对对，周朝就是鸡哥，1秒90哦，这么强，这么现在暂时领先的是鸡哥了哈，王先生，好，靠近一点。接下来是我吗？请问贵姓？瓜哥。胡先生。胡先生，不行吧？姓胡。我不行，为什么？你太欺负人了。对啊，有点来不及放球了。对啊，那明年都没有人参加了。有。礼拜三就戴上，因为是礼拜天录影，你又戴两层眼镜啊？对，你这样眼镜这样手术完，你可以用面粉吗？哎，再来它是不行啊。对啊，那干嘛呢？我要挣奖金啊！缺钱啊！但面粉跑进去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用吹那个用吹的冲，用水冲就好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还忘记问你。叫水姐喽，翔哥这里要不是，我车来接我了，没有啦，有车要过了，你们不可以跑不够快啊？不会，你压力大的，哦，光哥好久没吹了啦，光哥很快，而且逆风，吴先生，吴先生，听准备，自己吹。先生，
棒球手有问题。本来就说过来搞成这样干嘛？你想，而且就是逆风啦。对啊，风会怎么吹啊？冠军是拉先生，拉哥，拉哥哥，拉哥，颁奖3000块，恭喜，3000块奖金。辛苦啊！刚刚这个为了生活在打拼啊！哎呀，我们千万不要做躺平族，而且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的，所以都需要大家的。是没错。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能了解各行的阶层的辛苦啊！哎，希望安排的节目大家想，同时也不要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苏明是做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